大家又回到嚟正能量音乐台的时间。今集咧就会同大家揭晓 Charlie Lam Production 地水工作室我最喜爱的歌曲、歌手同埋专辑啦。喺2014年，好多音乐人都做咗好多好出色嘅歌曲，好多歌手都好努力为咗乐坛而尽一分力。而我而家就要公布以下嘅结果啦。首先我要公布的就是2014年度我最喜爱的歌曲，第一首就是由中氏兄弟大 L 张孝武和梁球主唱的《时代的颠覆者》。亦当初赤子心一火，今天的社会轻看我，我理性分析，你却话偏颇。第二首呢就是由中氏兄弟夏朝星和周依听所主唱的《说不出的未来》。谁话过赛马不禁跳舞自由，曾话过这里不变我会逗留，你问我，我为何说不出对未来的感觉。第三首就是由林奕康主唱的《高山低谷》。你快乐过生活，我拼命去生存，几多人位于山之巅俯瞰我的疲倦，渴望被成全，努力做人谁怕气喘，但那终点挂在那天边。第四首就是由群星主唱的《撑起雨伞》。一起沮丧，一起的惨，一起尽管不安却不孤单，对吗？一起举心，举起手残，一起为应得的放胆争取盼望。第五首就是由张敬轩主唱的《青春常驻》。为何再游荡里，再游伴侣，突然变老去，谈好一个事情可以兑现时，你又已安睡，祈求旧人万岁，旧情万岁，别随便老去，时光这个坏人偏却决绝如许，停留耐些也不许。恭喜晒以上嘅歌手，跟住落嚟要公布嘅就系2014年度我最喜爱嘅歌手啦。首先第一个单位咧就系中氏兄弟，而第二个单位咧就系小尘埃啦，而第三位咧就系林奕康啦。恭喜晒！而最后我要公布嘅咧就系2014年度我最喜爱专辑，分别有两只。第一隻呢就是由中氏兄弟所推出的《極辣》，這一隻碟裡面的歌曲大部分都回應到現在的社會，而且呢這一隻碟呢就有很強的音樂班底，就找到很多世界各地不同的音樂人去一起去製作這一隻碟，所以我很喜歡這一隻碟的。而第二隻碟呢就不是一隻普通的碟，而就是由 Jackie Lau 劉卓威所推出的 Guitar Fingerstyle Solo 的 CD 叫做 Move On。 這一隻碟都是用吉他去錄製的，裡面的歌曲都很好聽的，所以我很喜歡這一隻碟的。在這裡我很希望各位音樂人、歌手都可以在2015年繼續努力，為到香港的樂壇發現發光。